真奇怪，明明不顺路，这么早下车干嘛？啊？我找小美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那个工作室刚装了新空调，没事去我那儿吹空调去。行，你们两个真的不用陪着我，我一个人可以走回家的。 老大，你有事吗？老，没事。既然没事的话，不如你们顺道一起回去，正好搭个伴儿。嗯，老大再见。走了，拜拜。也行吧，我吃点亏，打车带你走。